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贺。然后最近，因为上一期收纳的那期视频，很多人在问我这个关于穿戴甲客单的定制单。那其实这个卡纸的内容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同行姐妹分享的表格，但是她分享的表格的话，有一些地方我是删减了，然后我把它更改为就是自己需要的信息，然后我在意的某些信息，我都把它重新，很多地方都调整了一下。同时我也觉得就是做成这种卡片状的，就方便我登记客户的信息，然后进行排单，然后根据我客户日期的排单，它这不是有一个下单日期吗？根据客户日期的排单，我拿一个卡片，比如说我把客户的名字这样下，比如说像这种，我就一个一个的做。那我个人认为的话是比较方便的，就是做成这种卡片，然后把甲片选上去的话还是蛮方便的。然后这个成品的话，我也是跟那个定制的那位小姐姐沟通了蛮久的，然后最终定下来的版本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姐妹们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我把那个图片就是放在视频当中，你们可以截图直接让客服做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尺寸的话是9×11厘米的尺寸，然后小贺做这个也是蛮不容易的。然后大家喜欢的话点赞收藏加关注，拜拜。